上，有你真好，小米电视你齐头并进，小米电视与你齐头并进。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各位大德，各位爱花菩萨们，大家好，阿弥陀佛。2014年，我们录制《佛心花海》，那这一档的题目，我把它定为“灵活尾部，听见花开的声音”。那我们知道呢，“灵活尾部”呢，这四个字呢，它是源自三国的时候曹植，也就是曹子建，他所写的《洛神赋》。那我们知道呢，曹植呢，在三国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当时呢，谢灵运曾经说过，天下人的才华如果有一担的话，曹子建独得八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谢灵运对于曹子建文采的一个赞叹。那为什么用灵活尾部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因为我这些时间呢，常常有因缘在外面跟很多人分享，花艺的美。那我们知道现在的人呢，很多人都很容易会因为工作的紧张压力会忧郁会躁郁，所以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大自然的一种美。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借用佛法。那我个人觉得呢，佛法呢就是我们生命最好的一个善法。我们可以借由佛法，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呢，灵活尾部。所以呢，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各位爱花菩萨，我们待会儿一边看，然后一边的聊哈。好，那各位爱花菩萨，首先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小芭蕉，那我们知道呢，芭蕉在夏天的时候它是特别的美，也就是呢，我们知道这属于蕉类的植物呢，它一般来讲都是生长在夏天，所以夏天它会生长得非常的好，然后呢，芭蕉在古代呢，我们称它为绿天，那也称它为绿扇，我们说芭蕉开绿扇，所以我先把这个芭蕉呢，插上去。好，那我在固定这个芭蕉的时候呢，好，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花器，那我今天选用了一个有一点点造型的这个花器，因为呢，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花器方面还有花型方面会稍微有一点点偏造型的感觉。那这个花器本身呢，陶艺家在创作的时候它是以椭圆形来制作的，那我们知道一般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面认为花器是以圆形为最古典的，那椭圆形有一些些的变化，那很特殊的一点就是说呢，陶艺家呢又在这个盘的里面又做了一个小盘，就是盘中有盘这样的一个运用。那这样子会让我们感受到，有时候我们在大自然中我们会看到呢，有时候在一个溪涧中，然后会有那个潭水，那潭水会有一个大潭水一个小潭水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以这样的一个花器来试试看哈。那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施法自然，也就是说呢，大自然是一个无上的善法字典，就是说我们常常呢会跟大自然做一个学习，
好，那所以说陶艺家在做一个这样的花器的时候，他可能也是看到自然的一个景象啊，然后他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花器的造型哈。不过我们今天先不要以这样的一个花器来运用哈，其实它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很特殊，有时候在插座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啊。那我们今天呢，我在这个花器里面呢我运用另外一个手法哈，也就是说我在里面再放一个剑山哈。那这个剑山最主要的目的是我要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我把它垫高来哈，然后呢我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放在我的盘里面啊，做一个创作那我们就可以结合这个佛像佛法啊，跟自然的景象做一些变化啊。那我们知道呢观音有三十三种的化身哈，有各式各样千百亿化身啊。那我们可以运用观音好像在那个临坡尾部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临坡尾部这四个字呢，我们说当时呢最主要是因为朝直形容若神啊，就是若水的女神，她在水面上临坡的感觉啊。那但是呢，我想我们刚刚说以现代的时代跟社会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运用善法啊，因为我觉得佛法呢就是最好的这个时代的临坡尾部的一个妙法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临坡尾部那不受世尘的一个感染。好，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两只的芭蕉啊，那就把它这个空间的高度跟宽度啊，然后那个夏天的那个绿意盎然的感觉就插起来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各位阿弥菩萨可以看到呢，我在手上有一只这样的一个这个天堂鸟。那这个天堂鸟是有一点点变过形的天堂鸟啊，那我们待会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天堂鸟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哈。好，那这个天堂鸟呢它的枝干的下段的部分是比较细一点的哈。那我最主要加上天堂鸟，一方面可以增加它的高度，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可以增加它上段的一个色彩的感觉啊。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刚刚介绍过，就是属于蕉科的哈，或者天堂鸟科的花材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它都是特别的长得特别好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善用这个花材啊。那各位阿弥陀佛，现在可以看到我插的这个花呢，它叫做垂江花啊，小垂江花哈。好，那这个垂江花呢它也是夏天特有的一个花材哈。好，那我们现在呢把它稍微的插个几枝垂江花试试看哈。好，我们把它，因为这个花呢其实我自己也很少用哈，因为都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运用它。因为呢这个花呢它在这个季节呢它是长得特别好的啊，可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放暑假的时候哈。好，那我把它让它有几枝的这个垂江花啊，让它有高低的感觉。好，那我已经插了三枝的这样子的一个垂江花哈。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欣赏一下下哈，这个垂江花的感觉哈。好，那这三枝我在这边呢再做一点点简单的一个造景啊，我们来试试看哈。好，那我们知道呢，在《若神赋》里面呢记载了呢，若神呢他轻踏在芳菲草丛之上啊，所以曹子建在《若神赋》里面讲的所有不薄横而流芳啊，也就是呢他形容呢若神呢他所踏的都是在芳菲草丛之上哈。好，那我现在用的这个花材呢我们称它为素兰哈。好，那我把这个素兰呢，它在这个夏天的季节呢它也是会开出很多像米一样的小小的这个黄色的小花，非常的香哈。好，那我在这边呢我看看是不是也加两枝的这个垂江花哈，因为觉得它有一种蛮特殊的一个感觉哈，我们试一下看看。好，那叶子呢我再稍微把它减少一点点哈，让整个景呢有一点在树下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加另外一支的垂江花哈，让左右两边的垂江花呢
有一点点相互辉映的感觉。好，然后呢，我在下段的地方呢，我就用一点点香草类的植物啊，我们刚刚有介绍到这个树兰哈。那各位阿弥陀佛，现在可以看到树兰上面已经长得满满黄色、金黄色的这个小花了啊。那这个花只要一开呢，就会很香哈。那我在阳台上种了一棵啊，我然后只要树兰开的时候呢，整个客厅都是香味哈。好，那除了树兰之外，我想有在夏天呢，我们知道夏天呢是最好的香花的季节。那夏天呢是所有的香花都在开花的时候哈，比如说像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像薄荷类的柠檬薄荷哈，还有各种的香草植物，香风草啦、薰衣草啦哈，这些植物呢在夏天的时候都是开得非常好的哈。好，然后我在下段加了一些这个树兰呢，做绿色的这种感觉啊，那我们也会发觉呢，它整个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呢，就好像坐在绿色的草丛之中哈。然后我在这个下段呢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一株的下段呢，我们也加了一些树兰哈。那除了树兰叶之外呢，我手上有这个叫做薄荷啊。那薄荷也是好香哦，我那天一买回来才稍微摸它一下下啊，就觉得屋子里全部都是那个薄荷的一个香味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夏天虽然天气很闷热但是所有的香草类的植物都在盛开都在开花所以让人家也会觉得心中觉得有很多的喜悦跟感恩哈。好，那在做完这个薄荷的时候呢好，我们还有两片的薄荷我们把这个薄荷再做一下下段哈。那当然我们插盘常常会有两种不同的意境，一个就是主要是比如说夏天我们可以用很空灵的水面空间来欣赏水的美或空间的美那另外一个方式就像我们今天的，我就是采用很多绿色的植物，而且是香草的植物呢做下段让它整个盘面上几乎都布满了绿色的植物的感觉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下段呢，我们再加一点点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小小的白色的这个小花，我们称它为石烤梅石烤梅哈。那石烤梅也是一种进口的一种香花哈，因为台湾夏天高温潮湿所以很多的花呢都长得比较不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台北的那个花市呢就会进口很多进口的花那这些进口花其实它买起来那个价位是比较昂贵的但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呢它比较耐所以我在下段加一点点粉红色的小花那这种石烤梅它也是很特别的，一般的石烤梅呢它的花朵是蛮大朵的那这一组的石烤梅呢它花是比较小朵的我觉得也非常的非常的清新可爱所以我们今天在下段的地方我们就加一些些的这个小朵的这个石烤梅然后这一种类似这种花材呢它常常也是都有很多的香味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插了一个这类似这种石烤梅这种植物呢在家里然后就发觉屋子里面有一个好特殊的香味那我一直不知道那个香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后来才发觉是这种花草植物呢它的那茎叶上面根叶上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一种香味好，那我把石烤梅呢做比较中下段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盘是比较小的一个盘那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花的一个这个感觉
好，那除了这个这个史考梅之外呢，我们今天可能要加一点点的这个主花哈。好，那我来试试看，我是我来用一朵朵一朵莲花来试试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哈。好，那今天的这个莲花非常大朵啊，然后但是这个莲花呢它很特别啊，我待会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下这个莲花呢要怎么样能够让它是很盛开的哈。那我想在佛教的插花里面呢最受到喜欢的大概就是莲花哈。那我们知道有一种是荷花哈，就是出水芙蓉的那种荷哈，那另外一种就是小莲花。好，那我们再加上这个莲花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周围的这个绿色的植物呢稍微把它降低一些些让它的那个莲花的空间可以出得来因为今天的莲花开起来特别的大哈。好，那我这次买的这个莲花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心得哈。平常我们买的莲花常常都不会开啊，不过这个莲花是我两天前买的，没有想到到今天还开得这么的好哈。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很多的那个学佛的人或者甚至一般的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莲花，但是常常买回来都不会开哈。那我这一次呢特别去请教了那个卖莲花的人哈，我说要怎么样可以让莲花开，结果发觉真的还蛮有效的哈，今天的莲花就开得非常的好啊。那我们知道呢，他教我说莲花买回来的时候第一天哈一定要给它换清水然后呢他说你要大量的剪掉莲花的这个枝干也就是说你买来可能这么长，然后你第一天就要剪掉差不多这么长的枝干然后再让放到水里那我第一天就试了，我就把它剪掉这么长的结果第二天真的每一朵莲花都开。那今天是第三天了结果昨天晚上我一忙就忘记要把它剪，结果其实没有想到今天早上我就给它剪了一下，然后呢发觉它到了这个时间，我大概六点多剪的时候，然后发觉它到八点多全部都开了所以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它需要经过一种剪折的过程，那这个莲花呢它就比较会开。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你必须要让水吃到几乎到它的这个颈部的这个地方，就是很高的地方，你不能只给它吃水吃到这边一点点而已，那这样子莲花就不容易开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因为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莲花，可是每次买回来第二天通通不开那我这一次给他试了一下，发觉非常的成功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除了这边之外呢，我在这边呢，我再加一朵的莲花其实今天呢，本来以为这个莲花是应该是含苞的，结果没有想到它开得这么的大朵，这么的漂亮我在侧面的地方再给它加一朵的这个莲花。那我们就让它有两只的这样的一个莲花的一个空间的感觉好，那我在下段的地方呢我再加一些些的这个小只的这个树篮来做它的背景好，那这样子我们这一件作品就大概完成了好，那我们借由来看这件作品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感受到一下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曹植在《洛神赋》里面讲到就是洛神能够凌波微步的这个过程那我想现在的这个时代跟这个现在的这个环境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运用善法来做凌波微步那我们接下来再慢慢的聊，慢慢的看。好，那接下来的这件作品呢，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欣赏一下。这个花器呢，它有一点像，我们中华花艺的一个碗花的花型。
那我们知道呢，碗一般来讲，我们说它是宽口见地啊。这个花型呢，这个花器呢，我们是有一点像贝壳的感觉，也就是贝壳这样弯起来的感觉哈。那这样的花器呢，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太习惯啊。不过这一次，我们有一位朋友的孩子，他是一个学造型设计的，在澳洲读那个设计建筑设计方面的啊，他看到这个花器就觉得很喜欢啊，所以我们可见到就是说，其实时代的转变，那因为各种因缘的一种变化跟学习，所以我们要能够去接受各种不同的现代的创作跟美学哈。好，那接下来我继续用这个天堂鸟配合芭蕉来插座哈。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天堂鸟呢，为什么它会长成这样的样子呢哈？我们在花市偶尔会看到有人卖这样的一个天堂鸟。那这个天堂鸟呢，它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呢？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哈。我们正常的天堂鸟都是会非常挺直的往上长啊，那这个天堂鸟大部分都是被风吹的，比如说被台风啊，或者被那个雨打了，整个天堂鸟倒下去了。那倒下去之后，它就会整个匍匐到地上。匍匐到地上之后呢，它还会再有一个向上生长的力量，那它就会伸出各种不同的特殊的一个造型啊。所以这个天堂鸟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生长成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在看这个天堂鸟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说人的生命呢，我们不可能都是在顺境中啊。那有时候在逆境呢，反而是一个真善缘啊，让我们的生命会有不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美感啊，跟生命的一个新的哲学的思考的方向哈。好，那我利用这个天堂鸟呢，跟这个芭蕉的叶子啊，因为这两样东西呢，在这个季节配起来呢，第一个它花材的取得非常的容易啊，那第二个呢，因为天堂鸟的颜色的鲜艳，再配上芭蕉绿色的叶子的感觉哈，所以它就是这么的搭配哈。好，那我这个作品是以有一点点网花的那种竹笋插的方法哈，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插的这个是我的矢枝啊，这两个构成我的矢枝，然后呢，我在它的下段呢，我插一个主花哈。好，那我们刚刚因为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我因为买了一把的这个莲花哈，结果它今天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得这么的好啊，那我们就继续用这个莲花来做它的主花哈。那以这个花期来讲，我们主花可以单用一朵也可以哈。好，刚好这一支它的枝干是有点弯曲的啊。那我们知道呢，碗花的枝角要成把啊，所以我们插的时候呢，那就让它顺着它自然的这个枝干的感觉把它插过去哈。好，那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这个花的一个感觉。好，那除了刚刚我们用到那个花，我们思考美之外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做瑞香哈。那其实在中国古代呢，瑞香是中国的名花哈。不过这是进口的花哈，我们在中国还没有看过真正的瑞香哈。因为我插花插这么多年，我都还没有看过真正的瑞香哈。但是这是来自欧洲澳洲的这些花哈，他们说它是瑞香哈。我在想说，它是真的我们中国古代记载的这个瑞香吗哈？其实这个还有待考据哈。那据说呢，孔子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呢，就闻到瑞香哈，就闻到一股的这个香气啊。好，那所以一听到这个瑞香这个花呢，就觉得对它特别的有感情。然后在中国的古画中呢，也常常会插这个瑞香哈。好，那我用两支的这个瑞香来做它的下段的这个丛枝，好，让它有一点点前后的感觉，好，那也增加一点点色彩度哈。好，然后呢，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的这个，我们称它为小林头哈。那小林头的叶子也是非常的脱俗的，然后清新自然的。我把它稍微的做一下它的后段，好，让它有一点点下段的感觉。好，现在可以欣赏一下它整个作品的这个感觉。好，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来做它的基盘哈，因为我们插一件花最重要要有一个基盘，基盘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把整个花托住的感觉哈，让它下段能够稳住。那我们在插碗花的时候呢，我们说枝角要成把。
好，那基盘的有力呢，是整盆花的精神的所在，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再加一个基盘，好，那我现在用的这个花材，好，我们称它为海葡萄，好，海葡萄这个叶子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叶子，好，好，我再找一片。那除了海葡萄之外呢，哈，我再加一片的这个电讯兰叶，哈，来做它的这个下段，哈，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其实一件这个碗花的竹筮插呢，它是需要有一些些的这个基盘来衬托它的，好，然后基盘的有力呢，是整件作品的重心，好，所以我们在考试考碗花的时候，我常常都要特别叮咛学生说，如果你的基盘是下垂的，那考试的分数就会被扣掉很多，哈，因为它是整盆花的精神表现的地方。好，那我把它衬托起来。好，那我们在插完一个这样的一个碗花之后呢，我们也来加一点点配件，哈，那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我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鸭子啊，这样子的绿头鸭，哈，像玻璃水晶的这个绿头鸭。那我想在夏天的时候，哈，或者我们做水景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属于这个夏天的这个或者水生植物的这些，不只是植物啊，有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一点动物啊，那让两者搭配起来呢，那感觉上更有那种水的空间的感觉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临坡尾部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哈，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在这个洛神赋的临坡尾部呢，它带给我们世人很多的想象空间啊，像顾恺之呢。晋朝的顾恺之就东晋的顾恺之就因为临坡尾部读了这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之后呢，他就画了一个那个洛神的图哈。那在中国呢，两宋的时候，宋朝的时候呢，也曾经临摹过很多的摹本啊，一直到现在洛神赋呢都受到世人的一个肯定。那隐藏在洛神赋的背后呢，有很多的生命的哲学跟美学啊，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啊。那我们在下面的几集节目再陆陆续续的在谈临坡尾部。那愿此香华遍满十方，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熏众生，共入佛智。阿弥陀佛。祈愿诸佛齐加倍，慈悲关爱度众生，生命弘法大道场，时时与您相伴随。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打开生命电视，你就在道场里面，因为我们叫生命电视大道场。这个大道场在干嘛？慈悲所有的生命，放生、施食、超度、弘扬佛法，鼓励天神发菩提心，求三宝加持。所以愿各位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进入生命大道场，关怀所有的生命。阿弥陀佛。话拨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